有没有断奶焦虑的妈妈？欣欣是快一岁断的奶，总感觉后面身体出问题啊，都跟断奶有关系，就是感觉少摄入了妈生的很多营养。大家都知道妈妈亲喂好，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活性蛋白和珍贵的有益菌，是宝宝强大营养的来源。缺少了这个来源啊，随之而来的小麻烦就来了。为此我做了很多功课，终于找到了这款可以延续妈生营养的乳铁蛋白，就是它，是玉涛老师的信宜 P1000 乳铁蛋白益生菌。它里面添加了珍贵的 IDP， 大家可以理解为乳铁蛋白 plus， 因为 IDP 中不止含有单一的乳铁蛋白，它是约40%的乳铁蛋白和57种活性蛋白协同，比单一乳铁蛋白更强大。再加上有益菌妈妈菌 LC40 一起服啊，营养是1+1=2的，妥妥的延续了妈生营养，而且都是这种独立条装的，外出游玩带着也方便，吃的时候就用37度以下的水冲开喝，小宝宝也可以加到美容辅食里，它入口就是一股清甜的奶香味，孩子们都很喜欢，不用主动喂啊，天天都问我要着吃。妈妈们赶紧啊，把这个P1000乳铁蛋白给娃补起来，给娃延续啊妈生营养。噔噔。